到了位于中和的活水健康世界，因为呀，炎炎的夏天即将来临喽。我们为了提早感受那夏天的气氛，所以就带来了一些清凉有劲的美女们呐。好的，赶快来介绍特别来宾吧。由孙杰志带领的成员有王少伟、陈建梅、玛格丽特、李喜珍、家风、李淑珍，大家要加油喽。而由王仁甫所带领的成员有许梦哲、范瑞君、乔恩、黄晓彤、小伟、张齐慧、萱萱。是的，今天两队的参赛队伍可说是势均力敌呀，各有各的专长，而我们的关卡也不是盖的哟。现在就来看看他们的表现吧 ，Let's go！ 这一关比手画脚，参赛队伍必须发挥团队的默契，而其中一位队员拟画出指定的题目，让队友来猜，猜对的越多，因为获胜了。哎，注意呀，题目就在水底哟。耶！水中比手画脚，这个啊非常厉害，而潜下去看题目之后呢，浮到水面呢补。啊，比动作，比动作，吴主席啊，对，比动作要给队员猜，对，所有的队员啊，只有一个是下去比的，其他人在上面猜，不能说话，而且不能，只要一开口就输了，对，犯规，考验团队的默契，所以呢，一样是有踩计时的方式哈，可以了吗？准备好了没？好了吗？可以了吗？我来帮你准备好了没？准备好了吗？好，预备，计时开始。第四个字，第四个字，鸡。第三个字，第三个字，鸡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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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，太棒了啦！智障票了，我也会。那我再加三题目了。四个字。这个算了。中中。撞。有啦，看到了，装，我都看到，好不好？装一千百，拜拜拜，再装啊！你会演吗？八百中，八百中，好，快快快快，我们没看，我们没看，快一点！我真的没看到，这个是，这个是，第二个是鸡，第四个是五。水中角龙，耶！快 ，come on！ 第一个字，第一个字，七。第三个往下，耶！好屌哦，超级厉害！这个字，第一个，第四个字，法拉西。一键穿心，一键穿心，对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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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字，乱，第四个字，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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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毛，毛，抓，毛，抓，抓，抓，第二个字，十秒，九，八，路马通关，小马一秒，红鼻血，乱乱的，红鼻打马，三，一，什么？什么？鼻头散法。刚刚呢，仁甫队呢得到了五题，对，现在换骑士队，他们没有那么强，因为他们里面一个韩国人，一个白俄罗斯人，白俄罗斯。怎么样？你们也不能派陈仙梅来比，因为他站起来，他还是在前队，他根本比不起来。所以真的是，你们里面呢还有一个失智老人，对，所以呢基本上只有两个人在猜。家风更不用讲，家风台客人都不会成语。家风啊！有些台客也有读书的，我跟你讲，哎，你不能这样讲人家，你们不要人身攻击好不好？不会，我们两个主力队员是他们两个，对，好惨哦。好，所以呢，你们这边比的人是孙雪志，所以是成语知道蛮多的啦，所以应该还 OK。其实我还猜好像也蛮对啊，但不管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好了，预备，我们这样的阵容是最强的，预备飞，计时两分钟，开始。我知道四个字，四个字。谁来讲话？怕笑笑。谁？第四个字。骂骂。笑骂。三。不能讲，不能讲。不能讲话，不能讲话，不能讲话，四个字。我都知
知道答案吗？好笨哦，你们头脑装大便了。三千三不好，莫名其妙，好笨哦。你们睡觉了？做一个老人，对啊，一个下路的水，从一岁潜到二十几岁，什么都输都没努力。对对，下下下再下。第四个字，我一开始上来我就跟他比帽，大家已经知道帽了，然后我要重比第一个字，对不对？然后竟然第四个字又不知道。你们那队，我只能说成语差。然后，落什么什么水的，然后我终于已经比一个花了哦，落花什么水，还是想不出来。而且对一下，他们那队很差，因为一开始那个什么，你们是先比一下，哈哈，然后对，然后再一个这样，笑跟骂，你想得出来就是嬉笑怒骂。想了半天呢，想了半天，你们好棒，你们好棒，好厉害哦！所以呢，这关是人不对，获胜。跑跑跑，向前跑！是的，本关弹力葡萄的玩家必须抵抗弹力水的拉力，将手中的葡萄传给队友，传最多的才能过上哟。大家要幸福呀！好了，来哦，来这边尽量尽量那个哈，你知道哈。就是葡萄整个含在嘴巴里面，就是。来，预备，计时开始。你要接啊！陈夏飞，你在害羞什么？你那么有经验，夏飞，你的超人速度快。你那么有经验，你在害羞什么？夏飞，加油！他是演艺圈的老鸟哎。你要知道。不要逼我讲出你演戏演几年哦！在这边，我想在这边大概只有你出道比我久吧。快快快快快！不管孙贤是几年，他也没有输啊！没有没有了，我差一位数就到十了，你一定超过。没有啊，直接慢慢进入佳境，看有没有动了。有了。从第三颗之后我就开始来过来滴滴，我告诉你哦，我们家风也不是，我们家风也不是单纯的滴滴哦，他可是堪称长大的滴滴哦，他是堪称我们滴滴里面最 man 的一个，还有他是长得很高的滴滴哦，跳针跳小的跳大一点，而且很长的滴滴哦。四肢都很长，不要这样滑，你不要讲话，你怎么滑？一点不尖叫的，有的。哎，陈先美其实还是算蛮开心的。哎呦，你不要害羞了，加波，加波，滴滴，滴滴一百，最后一颗，加波抱住他，抱住他，抱住他。3, 2, 1, 跳啊！不算，还算。
共几颗？十颗。好，那么呢，鞋子队的江峰以及呢这个姐弟恋的那个陈贤梅啊，有十颗的神经。好，接下来轮到人普队。哇，又是一对姐弟恋啊！这一组更嗨了，而且是姐弟恋，而且是老师哦。师生恋，那个什么，龙泽秀明跟蔡太子那一部叫什么？魔女的条件。师生恋，好好哦。好好把握，老师哦。因为我教好舞蹈。太假了！大哥他要听小哥的舞蹈，大哥他不行。老师哦，许梦哲，很能有机会的哦。蒋伟，很多人幻想的梦，那个理想情人都是老师级的，对，好不好？加油了，把握机会。好了，预备，兴奋的，开始，快点，加油，跑快一点，跑快一点，跑快一点，快快快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快快快快，太慢，蒋伟太慢了，蒋伟太慢，太慢，太慢，又跑了又跑了，好，好，蒋伟，蒋伟在假装害羞，蒋伟，蒋伟你干嘛？跑快点。每个都会碰到了哦。对啊，我爱心那么干冰啊，大哥一点之类的。大哥一点。Oh my god！ 五颗，五颗，快快快！五颗才三棒而已耶，要教赢他们六颗，六颗。快一分钟了，动作快，小伟，小伟现在心里在想了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什么？他一定很希望那个老师可以穿刺。快点过来！小伟，快点，你老婆，你老婆他好嘞，他教鞭嘞，我老婆教鞭嘞，是不会跑哦。快点过来，快点！好好嘞，你又。水啊！一个老师，超人，快点快点，至少还要两颗，至少还要两颗，快一点！你太慢了啦，小伟，你凑人数的，时间到了啦，到了没有？没有啦，八、七，再最后一个，还可以再一颗，还可以再一颗，快点，不要理他，还有，快啊！太强了啦！队二胜，眼睛！太强了啦，你们十二颗，问你们啦，看吧，陈先美。哎呦，我们这边师生恋厉害了。你在害羞什么？小敏吃掉，快点，小伟。好，所以呢，第一组是你们获胜，对不对？对。接下来轮到第二组，告诉你，接下来要派出的是王少伟以及。李喜珍，今天始终的人鬼恋，哎，我们今天好厉害哦，姐弟恋，姐弟恋，师生恋，人鬼恋，好，俗话说得好啊，人鬼殊途啊，鬼，不要欺负，用你的补土把水管堵住，不要欺负小朋友，怎么？加油喽，王少伟，用你的洗力控把它堵住，预备。节目预备，计时开始。来，大家不要害羞。不要拦了。不要拦了。你干嘛？我不要。破蛋了，破蛋了，下一个。
换上了泳衣，以最短的速度完成者，你们换上了，但是换完衣服记得要换口气哦。预备，预备，预备，起！ 好好笑，好好笑！等一下，五秒十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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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是算厉害，而且我不知道我可以在下面那么久，我一直觉得我下去大概就我跟你讲，而且我跟你讲，很少女孩子穿泳衣啊什么 man 的哦，你不是女孩子，你不是女孩子哎。不错不错，哎，我们这个速度算快，哎，真的，因为上次我跟小饼换13秒就完成了耶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这一次不一样，这一次啊是有这一种的。哎，我上次就我一样，上次就这一种，上次就这一次。所以呢，我跟徐梦哲要再次挑战，13秒就换完。好 ，Go！ 好，接下来的舞台就是派出王瑞博，你叫徐梦哲。我是磁铁底的，我没事，没事就好漂亮啊！我也有练过水上芭蕾。好了，表演水上芭蕾，快水上芭蕾！不要这么小点，一毛起。溺水了！哇，你好会模仿溺水哦，好厉害哦！会演是水中芭蕾吗？很像啊，水中芭蕾溺水的时候。你总可以这样讲，我会水中 breaking， 来，我地板动作。哦，摇滚步，摇滚步，哦，摇滚步。上要看你啊，来，我没办法、啊。好了，人骨在这一次的组合就是有狼人骨以及巨梦的。那你怎么没有挖镜啊？对啊，我怎么没有挖镜啊？快点，在你头上啊？没有，这是我个人的头了。这一下，巨梦的脸变形了。好，很烦的，镜我看不到。还没啊？有没有了？还没。你别，等一下，我裤子那边卡住了。还没啊？大鱼，大鱼，大鱼，预备，开始！好吵哦！加油！打开，快点，打开，打开！卖啊卖！打开，打开！打开，打开！要上岸，要上岸才算哦！要上岸，要上岸！打开就上车，打开你就上车啊！太有劲了啦！打开，打开！打开，打开！35秒，你们这样不公平啊！徐梦哲穿不下哎，而且我看不到啊！好疯哦！我刚才下面要帮他拉，人家应该是这样子，有没有？一拉就拉起来，他没有，他这边这样。没有啊，我刚刚有潜下去看啊，这样啊，你已经快拉过了。好，所以呢，男生组吧，是鞋子队获胜了，24秒获胜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女生组的表现。好，鞋子队呢这边这一组啊，依旧是这个稳超胜券的组别的。我们派出的是水上交锋玛格丽特以及李喜珍。这一组厉害，我跟你讲啊，一个是算是在俄罗斯的一个水上芭蕾的专家，一个是水上水鬼。水上水鬼，鬼水怪谈。计时，了解吗？预备，等一下。阿里一贝贝啊！不会啊，一贝贝，阿里计时，一贝贝，开始。可是他丢了就不管了，有没有？他要找面子。他穿得好快哦，但是其实李喜珍虽然胖虽胖，但是换衣服很快。是吗？这是炸弹，没有没有。李喜珍最让我惊艳的是他脱衣服超快。对，我训练过，熟练的熟练。不错。
所以攻击这个我们先驱队20秒。接他！接下来轮到人辅队。好，接下来人辅队的女生组派出的是老师范瑞君以及春娇。春娇，对，是那个认不出来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带的那个认不出来，因为他刚刚带着我，根本认不出来是谁，你知道？先嘴杀，杀你血！不要，干嘛？我不会游泳。没关系，我也不会游泳啊。没关系啦，交给范老师绝对没问题。那你讲我气不长？气不长，对，我忘记。哎呦，你放心啦，英雄气短。英雄。等一下呀！自己开自己，别人总是要弄你，你才会这么急呀！赶快救我，我累死了！好，计时，预备，备，哈恰，开始！完了完了，我看这两个一下去的那一个动作，就觉得很没有魄力。哇！不是这样，快快快游，快游，游游游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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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去！快上，快上，快上去！你老鼠血啊你！几秒？28秒！哎呀，不错啊！他们完成动作的时候只有17秒，真的哦。剩下时间，我只能说都是陈乔恩呐。他不会游泳，手在手写啊。在练手下呢，太差了。他人家都已经好了，还在那边讲。快滚！不是，但是我刚才可以回答你一个问题。你刚才不是面对这个陈乔恩，你说啊你哪师嘞？啊你哪师？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关卡呢非常明显啊，因为我们这边速度算极快的，极快，所以呢这个关卡是由鞋子队得分，2-0获胜。下一关，这一关甜甜乐是平衡与技巧的大考验呐。他的队伍先是以甜甜球丢向另外一名队员，由他接住，每个人最多丢5颗，累计越多的队伍机会获胜啦。两队要加油！好，加油！你准备了？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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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家都说啊，韩国女生很温柔，怎么会像你这样啊？我没有啊。
色的眼泪。你先滚！你先滚！就是许梦泽，加油加油！然后呢，在浮板上接着就是彭小彤。真的很湿，可以了，许梦泽。粘不住吧？可以可以，许梦泽要湿才好粘。施展你最擅长的快速直球。没有了，还是小风为主。你吵死了，你下去吧。他们敢陷害你，对不对？在你丢的同时，我上去，我看好。好。水鬼，加油！哎，阿里还没丢就死了。我操！赶快啦！强风刚刚讲的，强风你再讲一次，什么当师兄？就送你这句话，当师兄。你很逊的，强风哥，不要被人家看不起了，好，好不好？加油。我的头发塌了。胡晓东往前，往前，往前趴，往前，往前。鞋子队的表现，好，我告诉你，刚才呢，他们前面两棒啊，总共赢的是四颗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个人要五颗全中。不可能啊！我跟你讲，你四颗在上面，你四颗在上面啊，就已经基本上没有地方可以容纳第五颗。但是我跟你讲，超冷，对，超冷，所以你赶快丢，好，赶快丢，你这个加油啦，看这个好凶啊！你要丢给你的老公，你要丢给你老公没有？我现在头发很炫吗？很炫。造型，真的。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是夫妻档哦，你们要小心哦。我告诉你，今天在身上找我，快点。好，没关系，不要怕，不要怕。还有机会，不要，不要。
抛物线的方式丢，然后差不多45度角度左右。你这个诀窍，我们第一棒就知道了。45度，相信我。丢不到了。加风可以吗？下面加风抛物线。加风加油！加风加油！加风加油！加风你记得，等一下，加油！不要受任何人的干扰，你记得只要两颗就平手。他不是人，我不会赶跑。谁不是人？随便骂畜生哦！来，可以了吗？加油！我来了！出来！差一点，差一点！总不能输啊！差一点，差一点！哎呦！可以的啦！赶快，这三颗中就赢了！出来！难过美人关，再者必须在气球爆炸之前潜入水底，把箱子打开，拿出箱子里面的钥匙，再游回到岸边，解开同伴身上的锁，即可过关喽！大家要加油喽！英雄救美，这个关卡非常简单啊，就是呢，一个被关在这，一个下去呢拿钥匙上来救他就对了。所以这个关卡呢，需要啊速度，没错，以及高技巧的潜水能力啊，才有办法。那第一关呢，王少伟非常可怜啊，因为你呢被分配到是韩国水鬼，而且关我没跟我讲啊，你请说。王少伟这关是英雄救鬼啊，对啊，好可怜。我刚刚站在那里说英雄救美，我就走回来，因为哪里有美人，他是鬼。而且你看啊，现在被这样绑住，像他一只野兽。来，不能救我啦！这个韩国人，你们根本不用绑住他，他就可以挣脱了。不是，我知道了，因为我救鬼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们救我，而且不要我们的上海看。气球爆了就没了，好，加油了！预备，可以了吗？可以。预备，开始。快点！快点！
夏枫以及陈仙美。没有了，仙美。哦，那仙美，等一下，孟哲很看好你，孟哲，你是有什么话对仙美讲？不是啦，我是蛮厉害，他说仙美蛮厉害的、啊。他很厉害，因为他从一出生啊，只要一到游泳池都在潜水。哇好厉害！那我们这样站着、啊，还有这样有没有？他是已经快不能呼吸了。他是第一个一岁就拿到潜水执照的。来走。所以啊，陈仙美救家风不稀奇啦，家风就陈仙美才稀奇。对，家风，你要知道哦，你时间拖太久啊，气球爆对，他可能也挂了。他会沉下去。加油，家风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好了，预备。那不可以要闹了。我没有闹，我要帮你讲开始。不要闹他了，他又没有闹他，预备会游泳啊。对啊，你不要闹，不然我招我们韩国可能要蛮力而已。好，预备，预备，开始。哎呦，不错不错，加风很强。赶快啦，陈家没关系，灭顶了啦。如果加风一开始冲，然后就冲到对岸。太熟了。但是我还可以几分钟吗？好大！你好大的！好大！地球好大！鞋子队呢，这棒也没有得分，失败失败。人部队的表现。好，紧接着轮到的是人部队，让我们派出的是小伟以及陈乔恩。人部队，你派了一个不会游泳。小伟，我知道你的压力，因为要救陈乔恩，其实也蛮不舒服，也是，也是蛮痛苦的。是的，因为我跟你这关规则叫英雄救美了。我跟你讲哦，你若赛不过没关系。谁鬼？会游没？会游没？会不会游？会不会游？会不会游？会会会会会！开始！你赶紧过来！你过来！马上又过来！快点跪呀！要看。好，小伟回来回来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我好想叫李喜珍做一个动作。什么动作？你可不可以潜下去，然后突然浮起来？快，李喜珍做一下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浮起来，做一下，你做一下，你做一下，快点来。他有点头发在前面，没有关系。你下去对不对？然后你上来这样，慢慢的这样啊。赶快，一定吗？然后面对镜头。那我有一个要求。你说喜珍很美，好，喜珍很美，三，喜珍很美，讲完了啦，讲完了，快点，是我乖，表情不是啊，是的，是的，快点，快点，头放到前面，不要捏起来，不要捏鼻子哦，对，一二三，你看，我们跟你说就不一样，男生说跟女生差很多。你看哦，啊，猪猪猪！在哪里？在哪里？猪在哪里？男生跟女生不一样。好，加油了，小伟，可以吗？来来来，没有最后最后，没参赛者请后退哈。啊，对，猪跟鬼到后面去吵。来，太重要，准备好了吗？小伟加油啊！准备好就来了。开始，开始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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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差最多了，差最多也失败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接下来马上下一组。哦，这队第三组厉害了，英雄救美的这个对象有点稍微更改了一下，我们的英雄是来自俄罗斯的马格丽特。鞋子会绑在这啊？我只能说轻松的心情来面对这个关卡，因为哦，本人的老公太强了，太强。而且我跟你讲，那怎么样证明他的强哦？来，马格丽特，你表演一下，你秀一下哦，你那个身体可以这样啊，脚直的在这个水面上，然后往前游这样。好厉害哦！你有没有看到？潜水艇哦，怎么可以这样子啊？好了，你有好漂亮。好了，又不是那种潜水艇啊。你刚刚你脚要去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下去了啦，你比了，你比了。没有，我们都不会啊。脚在这边，然后我一直沉。我哎，等一下，我的性命就交在你手上了。好，我知道。好了，加油了。啊！你们那个后退后退，非参赛者要后退。可以的。一贝贝，等一下。一贝贝，等一下。等一下。一贝贝，等一下。开始。阿南加油！你们是不是拿那个给小孩子用的那种？哎，真的不公平！我告诉你们。哎呀，你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因为气球太早爆了，所以玛格丽特在这一关也算失败。就算你们派出夫妻档也没有用，对，好不好？接下来我们要派出的是师生档了哦。师生档就是，师生就是你哦。对，好，没有，我们要派出的是范老师，没有用的范老师来解救许梦哲。对。下来一组，人部队最后一组派出的是这个范老师跟许梦哲。范老师跟许梦哲，范老师你要心理准备啊，我是没有用的。没关系，换做我也没用。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你旁边有鬼，不要怕，有鬼就要怕。而且赶快把我救出来啦！许梦哲不知道为什么，你刚才滚水怎么已经开始勒得红红的？我刚才遇到水鬼，我刚遇到水鬼，还没开路之前遇到水鬼，不是我。除了你还有谁？对啊，你啊，亲爱的。好，所以范老师加油了，预备，开始。限时100秒之内，队员必须念完指定台词以及完成游戏关卡才算过关哟。对呀，咱们的爱情在斗笠，要花花一捆，要砸砸你。还有个烦恼挺美的，有个烦恼爱我的，我的爱我莫名长。大家好，我们是不会煮饭、最会撒娇的妖妖小美女。老爷，你哪里痛？妖妖小美女，第一关手推甘蔗，第二关钉铁钉，第三关顶油握板，第四关敲头测分贝，第五关步过犄角。妖妖妖咪人呢？你们这次扮演的是小美女，小美女。老爷哪里不舒服？我帮你捶捶背。老爷哪里痛？我帮你捶捶背。我们要干嘛呢？哈哈哈哈哈！我笑歪了。小美女。
姐，她欺负我。老爷，我来帮你捶。捶呀！捶什么？捶捶捶捶背。而且哦，快点要去的时候，好了。但这位飞女，你心情不好吗？对啊，你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心情不好？大姐心情不好吗？大姐怎么了？大姐这么开心，心情不好你就讲出来，讲出来会比较好一点。不要压力不好，记在心里面。大姐那个来了吗？好不好？不要心情不好，心情不好就讲出来，心情不好就不会过关了。对，所以你要把心情放轻松。各位观众，你们要练就啊，就是让自己把对方当成是空气。真的没有心情不好。如果你把它当成空气的话，如果心情不好要讲出来，千万不可以动怒。大姐，你们大姐，你们心情不好，下面怎么办？下面怎么办？下面怎么办？好，下面分区。完了，我讲什么？在第一次就没过呢，小心哟，一颗球都不能掉嘞，重来呗！真的，不相信我，你不要心情不好，你心情不好的话就容易会分心，一分心的话就没办法过。所以切记，玩游戏的时候呢，切记一定要看他，他是队长，他是队长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等一下。没错，好啊，我会喊，我会。这样我喊之前，我尽量跟你讲，不要心情不好。好吧，我怎么一直念这个？来，先 ，Action！ 啊，一根甘蔗糖油条，知道 ，Action！ 伸手踢掉我这墙，正确，加油，耶！太简单了吧？很痛哎！眼睛相近，人不离，自然穿过去，正确。不要心情不好，不要理他，不要心情不好，不要理他，没错。真的不要心情不好，你要捶对地方，不要。不要心情不好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加油，加油，慢慢，加油，快点！骑着铁马真神气，头顶，乒乓不容易，再见。不要心情不好，要冷静，不要紧，心情好，一切就会容易。对，不要心情不好，心情不好，不要心情对决，不要烦躁，冷静，集中，不要心情不好，真的不要心情不好，不要心情不好，真的不要心情不好。甩破气球，我最行。正确。加油加油！用力。失败。加风呀，你手脚无力呀，用毛巾一次将气球打破嘛，男人一点，重来。搞笑一百秒，不恩接。搞笑一百秒，不要不好。好香。香吗？强了一点。好。搞笑半秒分析，不要Action！ 一根正确长又长，伸手劈断我这一枪。正确。耶！不要心情不好，不要心情不好，我跟你讲，不要心情不好。哎，我这一关是我呀。等一下，就人不离，这样穿过去。加油！加油！不要心情不好，一直 OK 哦。不要心情不好，对，加油加油！不要心情不好。乒乓不容易，不要心情不好了，这个啊，这个，不要心情不好了，不要。
要开心，要叫的时候要叫，他生气的时候就要这样，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，好不好？不要，不好，开心一点。等一下没有绑好啦，所以是不要进不好，大家要体谅，有时候人也是有这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不要进不好，开心，要帮助他，看你的。这个不要进步，不要进步，小心！哎呀哎呀呀！屌了！天天跳龙回鱼，分分不够不能停。再见！老爷我输了。失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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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.8分贝啊！你只有0.8，没关系，各位观众。不要心情不好，不要心情不好，不要心情不好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干嘛见不得人啊？不要心情不好，真的不要心情不好，不要心情不好，这是什么现象？你是小花，你是喇叭花吗？我是小花，好不好？不要心情不好，有心比较好的哈，来，他刚去哪里？搞笑一边没有？分阶，头顶乒乓不容易，站起，拍一点一下，头顶乒乓不容易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甩过去球，我再接一秒，加油！还有七秒，稳住！看你的，看你的喽，看你的喽！啊！man man 吧 ，man 太帅！谁说你爱死毛巾了？几次？你越来越 man 了。我有没有王英子，我们就会过关。你们怎么过关了？你们不能过关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你们要心情好，各位观众。你们要心情好。表演一下，行行 ，no。啊！你们怎么不？我们几次？我们几次？第四次的1分16秒，这一次76秒。我看你们人民在说谁？对，我心情不好。不要心情不好，心情不好。我是要叫的查某囡仔，所有代志我拢担。啊！当当当！啊！当当！啊！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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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人们在饰演苦情小妹女，第一关花鱼鳞，第二关积水深重，第三关天堂路跳绳，第四关瓦片浇头，第五关鹤立地毽子。你们一生的造型是搞笑，有没有 Jason？ 我从转跳舞过鱼等，这抓来抓，鱼鳞。再来，太少，再来一点，几下要跳，几下要跳，几下，五
五下，五下，徐梦泽五下。头往后一点，头往后一点。梦泽，大力跳。过不了，小力跳，左边一点，左边一点，头往左边一点，好，头往过去。一，哦，好痛，还有很多，没关系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还有很多。一，啊，已经二了，二了，二了，再动，再动。我根本看不到线。加油啦！加油！二，失败。好痛哦！还有吧？有了，升降。哦，没了。徐梦泽，就叫你快一点，你为什么那么慢？对啊，喝下去。哎呦，我很想快啊，可是。我根本看不到脚啊！你刚一共跳超过五下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只要脚我过就过了。哦，你这两个小人一哼十下，哼，人家不跟你在一起，哼，哼，你在拖人家谁？沾沾欲滴。笑，低笑了，拜拜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的。加油！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You can do it。快点，快点！那我来，那我来模仿俊杰是刚刚的样子。哎呦，你不要这样子啊！你不要把情绪写在脸上。对，你要把情绪写在脸上。洗衣，来洗衣。来喽 ！I love。好可怜啊！往下一百五十七 ，Action！ 我们不想过去，是他不问题，不问题。道歉。右手起一生命苦，及水欠重，比速度。对对对，快快快，比速度比速度，我们要比的是速度，快点快点快点，要比的是速度，快点，有没有啊？有了吗？超过了，超过了，有没有？耶！平常路上跳啊跳，跳啊跳，跳完是什么？跳跳跳跳跳跳完是什么？跳跳跳跳跳什么？然后跳什么？跳什么呢？跳什么？跳出来！来了，轻松水不落光最重要。哦，下雨了。啊，怎么样？瀑布，往上面弄的，往上面弄的，我帮你加快一点。加快一点。好，准备了。啊！好了，上面好。一、二、三、走走走。水位呀，忍着点，只要五下就能够过关喽，撑下去呗。第三次啊，第三次，厉害了吧？搞笑一百五十斤。Action！Action！ 活蹦乱跳无过于整只拿来刮鱼，你喷到我的脸了，你不要跳！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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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你刮到他的头了啦！还有人同一个地方去刮，你皮都刮下来，哦，好恶心啊！右手洗衣服，生命苦，命苦，洗水称重，比速度。下去。我用力挤，破的人要想哦。快点，还没，下来，下来。好，快快，够够够够，徐梦泽，快，徐梦泽。健康路上跳啊跳，水不漏光最重要。Oh my god， 又要来这关哦。来，快快快快快。哦。头往前一点，头往前一点，对。加油！哪有？可以可以。哪有人照着我走？溜到屁股哦！哦，溜到屁股了！掉了！不要这样大力，不要这样大力，小心跳，头小心哦。下来，小心。一，下来。啊！快点啦，我再帮你补，快点快点，我还有水，我还有水，快快快！你的汗擦，好满哦。加油！来来，你的。慢慢跳，慢慢跳，小力小力。二，十万，行了！中，准，笨，烂。
会痛，洪哲，我知道你一直没办法过，但我跟你讲，下一次第四次第四了嘛，对不对？我愿意帮你，这关换我来。如果我没过，我甘愿让大家淋的全身都是湿，因为我想听你。你不可能的，人家，人家。小燕姐，下一关换我来，这一关我过给你们看。好。来一次。这是他对你的承诺。对，没过关。对，好不好？如果你没过关的话，我一样。许梦哲。我跟你讲，慢慢的啊，你慢慢的会良心越来越发现，对不对？会喜欢我们这一队。对，以前年纪比较小，无知，无知，对，无知长大的。然后跟你讲啊，他小伟，小伟泼泼了一桶水，有没有？他后面那边有一个大锅，小伟把他丢下去就好了。小伟，你支持我了，对不对？哈哈哈哈哈！没有徒弟了，好甜嘞。怎么办？好了好了好了，支持我了，支持我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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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联合起来欺负我，秀明，秀明，秀明，你们不回来，我不要起来。Action！ 哎呀，各位，越过分越过分。活蹦乱跳，吴国瑜简直拿来关于你。各位观众啊，今天是五五六六的王仁武啦。哦，来用枪起哈。哦，谢谢哦，谢谢的。齐伟赞啊，齐伟。洗衣正面孔，积水欠重，比速度。正确。加油！想那么多事，但没有正确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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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到了，来到了，来到了。过关！耶！你有天堂路上跳啊跳，水壶弄光最重要。站太远。站到对面啊！你站到太远了。哎，我们后飞，来个飞。小伟，你站到太远了。你才跟我就买五张牌一。你踢我踢要连续，正确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我们要叫，加油！平调平调平调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一，快快快，还有时间，还有时间，还有时间，快快快，我先踢给你，好。一，二，三，我想帮忙，还有还有，我想帮忙，二，三，快点快点，还有时间，一，二，哎呀，不要帮忙啊！你要珍惜。太大力了，太大力，快点，小力一点，小力一点，加油！加油！哇，你要完了完了完了！加油加油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啦啦啦啦！时间快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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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三分钟，你们继续加，四，来，很多时间，来，很多时间，前面蛮快的啦，时间还有很多，加，还有一个小时，快点，你们快成功了，风很大，风很大，还有一个小时，一，二，哎呀。哎呦！大卫说你们在天堂路上踢三下就过关。过关了！不行，要相互跳，快快跳，相互。但你不觉得你们光踢就已经超过一百秒了吗？加油！一，风太大了！风太大了！风太大了！我们失败呢！不但失败，而且还用了2分41秒。好逊哦！我的队长已经。你在拍偶像剧啊？你他，不要你他啊！你在拍偶像剧啊？哦，才到，还装很帅的样子。如果你今天已经失去一名大将，你先要亡我人府，好帅！必先降大任于斯人也，不要乱接成语，劳其苦力，劳其心智，谁知盘中餐，谁知盘中餐，一分耕耘，一分收获。俗话说得好。积积复积积，木兰，这样都可以接下去啊！相煎何太急，唯我女太急。如果真的。老天，我跟你讲，别让我的队伍让王仁武继续讲，因为他已经踢下了，所以这次搞笑一百秒，傅文君是先是最后赛。压轴好戏，清凉有劲的跳跳跳来喽！两队的队员必须展现蜻蜓点水的功力，连续跳过两个浮板而不落水才算过关哟！哈，谁会是今天最后的赢家嘞？请看。加油！加油！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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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这边派出的是手残脚残的加油。第一个好像在玩那个浮板，真的。对啊，所以前四队的第一棒也是四百。好，那边不对，这一棒派出的是范老师。范老师，加油！东奔，东奔，东奔，东奔。跳过了，小伟就是你的。东奔，东奔，东奔，东奔。哇塞！没有，这个差一点点，对。他是滑倒了。正统的哈。正宗的东东就是这样，东啊有没有？然后头在东这样。好，告诉你各位观众，全国万众瞩目，大家非常期待的东东始祖即将出现。我们欢迎韩国来的李喜珍。东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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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没有啊，我又不是女生。每一个人都跳，你可以跳跳啊。你已经把水管修好了，对的，够惨了。因为我今天不能劈腿。没关系，不要就不要劈腿啊！你那么爱劈腿啊你？你过关就好了，谁叫你劈腿啊？啊，不行。你可以的，你不要劈啦，加油！不要劈腿，看看准第二个橘色的就站上去就好。加油！你可以的 ，You can do it。女鬼，加油！飞过去，飘过去。滑过去，快一点，都会滑，都会滑。等一下，观众没有，观众没有，这个不是重播哦，这是他真的今天跳的，跟上一次的不一样。而且怎么可以有一个人就是每一次，然后每一次滑倒的姿势都一样，好厉害啊！他上一次脚有跨到橘色，这一次没有下去的，太像了，太像了。韩国流行玩这个游戏吗？劈腿吗？今天我怎么样？不错，今天不错，很棒，很棒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人不对呢，要派出的是陈乔恩。东东东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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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第一个轻轻点到，不要这样，然后冲快一点，对，就掉下去。阿萨，一下跳到对岸去，抓住。我跟你讲，我老实对讲，我对陈乔恩玩游戏啊，通常不抱信心。开会就知道。非常，以后下次可不可以陈乔恩来不要派到我这一组，因为每次派到出来都浪费一棒，你知道吗？我随便派另外一个人都比他好。不会，但是我撞到胸了。哎，撞到了啦！没人叫你撞，你自己要撞的啊！而且我叫你跳过去，当女生撞到胸，男生都会很心疼，说：“哎呦！”结果他撞到胸，大家就：“哦，好。”好，你们派谁？好，我们来，我先来。好，下一个加油。好。你们要派出的是刘德华，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哦。对，小心你另外一边的鼻子，你不要去撞到鼻子啊！不要，不是再撞到鼻子，它就变成龙了。好肿啊！来了，东吃，东东东东东东，你不要来啦！拿出石头开，缺心呢。来一打啊！东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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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上高不是这样，三龙剑三。哦，那我衰了，你刚动的是太。人不对，要派出的是小伟。小伟真细一点。东东东东，没有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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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怎么都没人成功啊？小伟也失败了啦。派学弟，接下来我们这边派出的是水上交锋玛格丽特。玛格丽特上次也表演出啊，劈腿学弟。玛格丽特，玛格丽特，水是你的地盘。花世界，你现在活在水世界里面。整个人这样倒下去耶，在水里面，在水里呀！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他现在啊，为什么现在以为他过关了？我现在知道。对呢。哈哈哈哈哈！我以不做好。没有，他想要骂人，想骂人，但骂不出来。不是，没有没有，我刚才有看他有企图，好像要这样子嘛，若隐若现的感觉啦。好，所以玛格丽特也失败了。不对呢，要拍出的是碰小偷。碰小偷，碰小偷，你不要怕，你不会撞到胸部。胸部，你胸部不会撞到。加油！好，我们撞跟撞后面都是一样的。啊！如果他没有滑，没有滑那么远，就是中高，对不对啊？Ladies and gentlemen，大家屏气凝神，全神贯注，加油！唯一过关的本单元救星顺其自然，来，接下来要挑战，马上得分，东东。不是瑞卡，不是你，哎，不要吵，哎，歪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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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会跳不到，瑞卡是黄玉，不要要。潜水呢？不会啦，东东，潜水，潜水，会潜水。膝盖好撞到了，撞到了，真的没。哎，我没有叫你滑雷啊。好了，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水上的什么跳浮板啊，跳浮板都没有了。林品旭，是吧？下一关。好不了，水上滑垒这一关是所有艺人闻之出油面的一关呐、啊！参赛者必须坐在平台车上，用滑行的方式停在车的蜥蜴里面就能过关了，嘿，否则魔王就会狠狠地把你丢入水中哟！大家要好自为之喽！耶！这个关卡非常的可怕了，水几率呢只有一点点，1%吧，不可能过啊！没有啦，基本上哦，他就是大会说浮板啊，就我们有俯视的角度看，只要露出一点点橘色，就过关。而且四轮都要在轨道上，但基本上只要露出这样，有没有？滑板就掉下去。对啊，后面露出来，前面就掉下去。所以整台车基本上要过来，要刚好躺在这里啦。然后这边绿这个橘色都要被人家看到才算。而且啊，我们这个关卡第一次在这个本节目采用魔王制。对，因为啊，本关魔王制高一百八十公分，重120公斤。个性冷酷，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。如果任务失败的话，嘿，他是绝不手下留情的哟。我跟你讲，魔王那个头发 set 都很久，你要特别注意。set 很久，我个人蛮希望留他那种头，真的、哦，摔跤手头了啊。好了，所以今天最好不要失败了。好，那我们这边第一棒呢，派出去许梦哲跟陈乔恩。第一棒请就位。我们压力好大哦。捏的。准备好了，该踩了。如果我攻击的没够，许梦哲一推，刚好就是往前冲，然后掉。对，因为力气。准备好了。
家里丢垃圾了，对吗？讲讲。你有没有去翻旧？哇，哪个你有没有去翻旧？你要干嘛？没有，没有。难怪。难怪说难怪啦，所以原本以为要应征，结果他说是难怪。哦，好了，所以人虎队的第一棒失败，失败。换鞋子队的第一棒进就位。我的巧劲要时装，对，怕下水就怕泼我。丢的是陈建伟的体重太轻了，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陆地云霄飞车，噗，不飞出去。力道要拿捏好，加油！来了。我跟你讲啊，不要随便挣扎哦。魔王的那个反射动作是你一挣扎就这样，断掉哦。而且你丢出去，你不要手抓着魔王啦，你身体出去，手还抓着就正面下去啊。不，他这样对你哦，你会怎么样？这是完了，打不过他，算了啦，打不算了啦，这是算了啦。哎，算了，算了。如果他这样对你，纵使是流氓的我，也没办法。走过去吧，你走过去，看你凶掉。哎，你凶吗？哎，你们真的没有用。他如果这样对你，有没有？我就走过去，我会报警哦。好，所以接下来换人虎队小表现啊，派出呢是花人虎跟碰小偷。耶！你看人虎要使出用脚踢的绝招。没有。加油！我来讲。不要摔到人飞出去哈。哎呦，互相扑空哎。啊，就是要惩罚女生啊，对啊，因为我们男生要给他抱，他也抱不太起来啊，对啊，就是要抱女生啊。你怕谁不一定啊，他搞不好抱得动你。对对对，他抱得起来，抱得起来，不，抱得起来，抱起来。好，接下来男生推为什么女生下水？没有啊，本来就是女生嘛，然后你又怕什么？你是鬼又不是女生，但是你是女鬼。好了，下一棒哦，好了，下一棒前置就要派出人推水鬼，下来了。你会发现怎么看不到玛格丽特了？玛格丽特，你不要担心，你是我们唯一最后的希望。对，我们要派出最有默契的夫妻档顺贤自己金玛格丽特，所以孩子加油，加油了！最后一棒，最后的希望。你放心好了，你刚刚让我那个炸气球。好，我相信你。可是如果
如果他要炸气球，他要报仇哎。OK。OK OK。好。好，他现在已经脑筋不清楚了。我会让你。你刚刚在那里，怎么会清楚？我会让你过关。不要看他的脸，你不要看他的脸，不关你的事，不是他鞋子的问题。你自己要hold一下力哦，好。一、二、三。不会让他抗议，抗议，抗议！零比零 PK， 好，两队各派出一队 PK 啊，因为我跟你讲，两队各派出一组啦。我跟你讲，两队派出一组，因为啊，我们现场都没有女生了，所以我们要找出最有默契的两个男生。我跟你讲，我知道了，我要给魔王一个好看，我要派出的是许梦哲被推，我不要啦，我推许梦哲。好了，接下来人我就派出。黄总，我跟你讲，最强的组合。你刚才推彭小彤对不对？你不能以推他的力道来衡量我，因为你去年是啊，许梦哲真的是彭小两倍送。要 triple triple 力。你现在推的是拖拉股，好不好？拖拉股。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这一组哦，这一组是要给魔王一个教训啊，让他知道男生不是这么好丢的。对的，魔王啊。魔王一拉起来没有？走多久？魔王紧接着魔王就要那个接受啊最严厉的考验。对，因为这个台语他有一个台语的外号叫做霸兵呢。而且魔王看起来很 man 哦，可他心里想哦，拜托啊，这一个过关，这个过关的，这一个过关，这一个过关，以后我真的很重哦，要小心哦。啊，下面的要小心，你们两个要那女生小心，因为他一下去哦，那个水会有这样水啊，会有那种波浪这样哦，然后你们就被冲走。哦，可以的，好了，人母加油，人母哥加油啊！给魔王一个见识，给魔王一个颜色看看。一、二、三，这个失败吗？不是，开始了，失败，推不动了，推不动了，魔王来，专心录影好不好？已经开始了，我用力推，开始了，推了，推了，加油了，人母，有这么重的？一、二，再吃奶的力量。很重，魔王说不出话来了。好辛苦啊！哎呦喂啊，许梦哲，魔王抱你抱到脸都红了。好，加魔王，因为你手长脚长，你要保持平衡，没问题啊。知道。加魔王为了 RMB， 好，为了5566，对，为了乔杰利，好，为了特工队，好，为了你爸爸，为了我妈妈，对，没错。为了水鬼，所以你不会过关。会的，加油。好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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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两个要合作过关。单元的最后希望，加油！一、二、三 ，Go！ 坐坐坐坐，加油！起头摇，后头摇，等一下，我要加油！在魔王跟水鬼的淫威之下，没有人过关，零比零。
是的，今天的比赛队伍可说是竞争的非常激烈呀，大家都卯足了劲儿，全力以赴，为了就是要赢得最好的成绩呀。而人夫队嘞，在历经重重关卡的洗礼之下，终于崭露头角，以5-2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了。而我们的写实队嘞，虽然这一次有外籍兵团的加入，但是还是败北了啊！写实呀，你们可要加油喽！这一次你们就是太仁慈了，下一次你们一定要比人夫队还要老干才行呀，才不会输得太惨哟！总而言之，大家要干巴队，加油吧！下周也请您继续锁定周日晚上7:30台视少年特工队。